做可惜啥着用？你就说行了吧。啊？吃醋不合适吗？哎，我其实就合适。都要狗吗？来，多掏半个还有谁？掏半。先陪着发了宣传你的那个咋办就行啊，你广告费用给喊着咋对我拿这么点就怕这个多少时间出来啊？两小时。你个速度还得慢哈，这你要交干的问题，交不干就不是哦，就破我就这种啊。你按上去嚼嚼不干，三饭了两饭了，各不合适各成对吧？着急没睡着，让人吃的紧，也是越紧是。哦，四层是吗？就是个技术，就是隔扁担的技术，不是技术，扯扁担，这样吹，那个吹就是好，那个吹就是好。我听你们身边都没跑出来着，是不是？你钱是钱，跑几个就拉着走，拉走过来了，给你给一个对点我朋友。小桌子上。